已经就是歌友们其实看到我应该是很明显剧烈感受到我变瘦的，因为我去年到现在大概瘦了20几公斤。哇，对，所以但是我自己在健身的同时，我有很多的这个很好奇，因为每个人锻炼的方式不一样。那就你来说，如果要给大家一些运动上面的建议啊，或者是健身上面的建议的话，你给大家什么建议？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问我的菜单是什么。对，然后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在健身房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但真正重要的其实是24小时一个半小时以外的那一些时间。对，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健身菜单，而是你的饮食。等一下大家矜持一点，睡眠。有些人说我要当你的哑铃，你是什么东西？真的吗？还是矜持一点好吗？我们还是有在看公平的。好，所以说饮食其实也很重要的。对对对对，还有睡眠，对，就是让身体修复。对，我觉得就是24小时，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嗯，因为真的人生里面一天24小时，对，你去健身房感觉顶多2个小时，你还有剩下大把的时间才是更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那22个小时，如果你吃得不好，对，或者是暴饮暴食，然后没有睡好，没有让身体修复，其实那个效果会很慢。OK， 对对对。那哎，其实啊，你讲到那个你是歌手这件事情，对，你出道现在多久啊？就8岁，6岁开始。对啊，你从6岁出道到现在18岁。刚才想圆这个谎，然后还想错这样。哎，原本你讲几岁？7岁还8岁？我说好像6岁吧。然后刚刚我就说8岁，然后刚刚又说6岁。默默的，就是一个。但是你出道这么长时间，其实一开始出道也算是选秀出来，对不对？对对对，我是。所以我们有很多培养一些新的新生代。我也很好奇，就是你当初在这个选秀节目，应该不算选秀节目，是一个选秀大赛。对。而且是一个超级超级，然后同样的同一个选秀节目，其实出了好多好多的我们知道的大前辈，对，像梅艳芳老师，哇，然后陈奕迅老师，容祖儿好像也是那个比赛。天哪，你那个比赛几乎我们知道的都是那个比赛出来的。你这样很惊人欸，因为那个比赛的跨幅很大欸，对对对，从梅艳芳、陈奕迅再到你，对对对对，他这个时间很长。那你那时候参加比赛有什么特别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其实你选歌上面那时候特别注意吗？其实我那个时候带着有点半放弃的心情去参加那个比赛。因为我们先有马来西亚的选秀，然后在马来西亚我是第2名，对，然后我们前3名就代表马来西亚去香港参加全球新秀歌唱大赛，然后当中就是所有全球的第一名或前3名都会来比赛。对，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在马来西亚就是第2名，那我在全球就算了吧。对，所以我的心情上就是来 shopping，就是 shopping 吗？终于去香港，那时候年轻，然后觉得可以飞去香港，然后就当 shopping。所以我觉得误打误撞的，我好像做到了平常心啊。对，所以后来就表现得很自然，然后就得了第一名。哎，我觉得这超励志耶。哇，很厉害耶，大麦克家族。我像什么？又不是我讲的。大家可以听，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猜一下什么歌？我猜你们应该猜得到吧？六月日落，在一起许几月的流星，八月温柔。因为他那个啊，这不是我抢的啊！啊，抱歉，我忘记了，你们听不到对？哇 ，SSS 很厉害耶，这个小姐姐。这是我的歌，不要抢，不要抢，我想听别人唱。哦哟，哦，凯伦。就别再吹多伤心，别被剩下气，我的人不息，回忆却不珍惜，等你提起不能回忆，再一次一句绝口不提，结束不把都你忘记，自残忍的叫我忘记你，是你失去的有没有无法感情，窗外的雨随着声音哇 ，SS 哎，凯伦很厉害哎，下一首。啊？
哦，对不起，会挡到。会吗？好像会。哎，你想到来不及了，手速太慢，手速太慢。不给，好像。这是我很爱。是的清醒交谈沦为平淡望眼欲穿等不到你的晚安全都与我无关、啊、哎呦 Amber 很厉害耶是你的爱歌吧是我的爱歌我现在才发现这一定会哎，没想，没有想，哎呦，好快哦！哦，梁静茹的歌，对，我很喜欢这首、个，这首我也很喜欢 ，MV 很好看。对，对，后面那个男生出来的时候，对，小清新校园的这些。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是只是那样后的还好吗？我却一生记得，很厉害。破散，结合多年回忆也难还。假如过浪漫云还不。分手就不必勉强伤感为什么扯住对方痛就两难难舍也总我觉得很好笑我的歌终于有一首马上可以对啊再想不到就我会哎、欸、哇来不及了组长手速太厉害了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与你说再见在你的眼睛一直笑像你喝可乐当你傻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像你别人生为谁好耶下一首什么歌呢啊我的歌这个让我唱这首歌说实话、欸、凯伦写的大 fans 真的吗 ID 大 fans我试着去勇敢边悲愁又悲伤有你的地方出发遗忘我试着去飞翔你错过的远方迷失的方向无法回放我还在回忆里兜着转宁静的深夜我兜着转